要有前提，什么前提？
什么前提能够使我们产生羞耻的心？那就是依自法律，就是自和法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和法的力量。什么叫自己的力量呢？自己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比如说，生而为人，生而为人，人是有人的标准，人是有人的准则。像儒家讲的五常，仁礼智信，这是人的标准，这是人的准则。那我们佛教讲呢，五戒也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准则，它既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准则，也是帮助我们将来可以继续活的人的身份的这样的一种善因，这样的一种善业。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这个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啊的意义，能够意识到这个人的身份作为人啊应该具备的准则啊，也就是在自己的心里边有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在那里。那么，当他干了坏事之后，他就会产生羞耻的心理。如果没有这种心的话呢，那就比较麻烦，没有一个准则，没有一个准则。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行为啊，没有一个底线。也就是说，做人没有准则，没有一个道德准则，所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如果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人有准则，有一个准则，就是利益就是准则，对我有利就是准则。除了利益以外啊，没有自身的人格啊，这个自己的，自就是自己的，意识到自己身份。在自己的身份啊，对自己的身份呢，就是重视。法就是法的力量，是佛法所说的有关这个，或者佛法，或者是世间道德。所提出的关于作为人的标准，字就是自己的身份，法就是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提出的做人的准则。那么，以这样的一些力量，有了这样的一些观念之后啊，当一个人当他做了坏事的时候，他就会升起羞耻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我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一种坏事，那么从而就能达到从众贤善为序，因为依据这样一种准则，所以他就会去推崇啊圣贤道德，会去遵从圣贤，遵从道德。我们古代的人啊，这方面的教育，古代的中国古代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一种做人的教育，一种道德的教育。你看四书五经啊，
都是一种做人的教育。所以你看古代的社会推崇的是圣贤哲学，推崇的是圣贤。我们现在的社会推崇的什么呢？啊，明星商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价值取向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价值取向不一样，其实跟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观，跟整个社会啊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所以社会上讲，孝贫不孝娼，你贫穷啊，人家会笑，你要你怎么做，你只要你搞到钱，你不。有权有钱，人家就赞赏你，觉得你有能耐，能干，就是这个就是跟整个社会的这个教育啊是有关系的，所以使得人都没有羞耻心，越来越没有羞耻心啊。哎，羞耻心其实也是什么心呢？其实也是儒家讲的良心，我们现在讲的良心，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这个跟羞耻心是有关系的。那么有了这个常的心理，就能够对治无常，对治没有羞耻心，有羞耻心就能对治没有羞耻心。子极恶行为业啊，这个羞耻心就可以对治恶行。一个人要是有良心、有羞耻心，他就不会产生不善的行为，因为他一旦产生不善的行为啊，他的羞耻心他马上就会升起来。甚至看到别人产生不善的行为，他都会觉得很羞耻。作为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子？因为他始终有个准则。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羞耻心的人，他看到什么他都觉得你干的再坏的事情，他就觉得很正常，他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很有能耐。所以这个羞耻心，他能够这个对治不善的行为。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愧，言愧者，于世间立亲戚报恩为信。对治无愧，子极恶行为业。那么愧同样也是羞耻心，但它的产生的基础不一样。它的产生的基础是依世间力，依世间的力量。世间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呢？就是世间的一种公共道德啊。其实在多数人民众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公共的道德意识。如果你要是做了不善的事情啊，还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么这种愧的心理的产生，它主要是建立在这种对世间的一种大众的道德的认同的基础上。他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人啊，还是应该要遵循一种社会的公德。那么因为有了这种公共道德的意识啊，公德的意识啊，所以他对这个不善的行为会产生羞耻的心理。同时呢，对于这种不善的行为啊，会产生一种拒绝的心理，拒绝啊，排斥啊，或者批判啊，呵斥啊，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呢，也还是建立在羞耻心和羞耻心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羞耻心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止息恶行，可以止息这个不善的行为。这个惭愧，这个两种心理同样都是属于羞耻的心，但它产生的基础不同，一个是常智根据自律，
会是根据就是他的就是社会的道德的力量，就是在这个作用上来说，它都是能够达到止恶行善的效果。所以惭愧恶法在佛经里边讲啊，惭愧这个两种法，它是人跟它是作为人跟这个情报啊所不同的地方。人之前是说有伦理啊，伦理肝肠啊，事实上就是因为有惭愧，就是因为有这种羞耻心。人要没有惭愧啊，那么人跟情报啊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佛经里面讲呢，有惭有愧则有善法，若无惭愧则无以情报也。这个没有惭愧跟情报就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个惭愧心是世间上道德建立的基础。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人的修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心理。所以我们就要去这个如何来去增强我们的惭愧心。怎么增强惭愧心呢？就是要应验这种惭愧的功德和利益，无惭无愧的过患，我们具备惭愧心对我们人生的完善有什么好处？我们如果不具备惭愧心啊，对我们的人生啊有什么坏处？我们经常要做这样的一些思考。因为我们具备的惭愧是我们人生人格走向完善、人格提升的一个心理基础。反过来说，如果无惭无愧啊，那么我们的人格就会不断的堕落，不断的堕落。那么关于惭愧心的修行呢，主要就是要跟惭愧，根据这个惭愧身体的因缘来修。根据惭愧身体的因缘是什么呢？比如我是一个出家人，我每天都要想着，比如说我是个沙弥，我是个比丘，我是个僧问，我应该要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德行？我作为沙弥有沙弥的戒律，我作为比丘有比丘的戒律，我作为在家居士我有在家居士的戒律。那么同时呢，我在这个社会上，社会上的人心目中的出家人形象应该是如何高尚呢？那么我应该怎样去做才能够使世间上的人尊重僧学、尊重佛法？经常要做这样的一些思考。那么这样的一些思考之后呢，我们就会增强我们的惭愧心，就会增强我们的惭愧心。所以我们比如说出家人啊，要经常要诵戒呀，就是要不断的用佛法来对照自己，我受的教育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要解脱，那我应该这样去做，不断的这样来对照自己。在对照的过程中啊，当我们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羞耻心就会升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培养惭愧心，应验到惭愧心的好处啊，我们就要培养这个惭愧心，强化这个惭愧心。这是我们止恶行善的一个基础，重要的心理基础。那么接下来他讲的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是相对贪嗔痴而言，相对贪嗔痴而言，贪嗔痴是分为三种不善的善根。
又称为三毒。那么反过来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种啊，是称为善的根，称为三种善的根。什么叫善的根呢？就是善法升起的根本。所有的善法的升起啊，都是建立在无贪、无嗔、无痴的基础上。那现在讲第一种无贪，无贪，一有有记，无着为性，对治贪着，说善为业。无贪，这个无贪，什么叫无贪呢？无贪就是属于一种。就是贪就是贪着，贪就是贪着，无贪就是没有贪着，也可以叫做没有懒着，没有懒着的心理啊，就是其实对我们凡夫来说，这个懒着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所以三毒之宝啊。六个根本烦恼之宝啊，我们的贪心的那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现在无贪，就是没有懒惰，没有贪着这样的心。那么这个无贪，无贪什么？无贪什么？无贪是一有有记，有就是三有，三有就是三界，这三界即界、色界、无色界。有记就是三有的因，就是三界的因果啊，对这个三界的因果啊。都不产生懒惰的心理，都不产生贪着的心理，就是无贪，也是有没有贪着的心理。你要具备了没有贪着的心理之后啊，你也就不会贪着了。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会贪着呢？那是因为你有贪着的心，你有贪着的心理啊。那么这种没有贪着的心理应该怎么产生？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它？因为贪着是我们的习惯，那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没有贪着的心理呢？这个我们要通过修行，不是说就是你天生的，你就具备这种强烈的没有贪着的心理的。尤其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就要去培养。当然我们的心里边啊，我们是具备有这样的一种潜能，我们具备有不贪着的潜能，但是真正要让它产生作用呢，我们是需要去培养它的。那么这个培养呢，就是要通过佛法来修行。比如说我们观三界是苦，观空，或者观无常，观无我，观不净，那么这些观修啊，都是帮助我们培养啊不贪着的心。比如像多贪众生不净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啊，就是你真正把不净观修起来了，你对身体的贪着，对美色的贪着啊，
也就减少了。比如说我们他们产生的嫉妒跟我有关系，跟我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喜欢的东西才容易产生贪，再好的东西如果不是你的东西啊，你会产生贪吗？啊，不容易产生贪，因为你贪了也白贪啊。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贪，你贪的总结不到，那后来也就不贪。所以贪往往是跟我执是有关系，我执是一切烦恼升起的根本。我们觉得自己的东西总是特别特别宝贵，那是跟贪所有关系，那是跟我执有关系。所以你要修无我，你要认识到一切都是缘起的，无我我所啊，那你就会克服贪着。同样的，观三界是苦，轮回是苦，苦空无常啊，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治贪着的心理。其实整个界界的修行啊，都是在帮助我们对治贪着的心理。戒律，像这个佛陀对戒律的规定，从止持到坐持，止持就是通过远离，通过对环境的远离，达到这个不贪着的效果。那么坐持呢？坐持，比如说对衣食住行，它有很多的限制。衣服，你要比如说这个衣服啊，要做净，要照持，要做净。为什么说要穿什么粪扫衣啊、拜色衣啊等等啊？谈起食啊，树下坐啊。还有呢，要不断的这个，就是说像原始僧团的出家人过的一种平民这个居无定所的生活等等，事实上都是帮助我们在修行上如何的不贪着。所以不贪着的心理呢，我们虽然具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基础，可是我们要去培养，我们要去观修，这种心理啊才会产生作用。否则的话呢，我们将会永远都会在这种贪着的状态里面，没有办法从贪着的状态里面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贪着的状态里面走出来呀，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升起这种不贪着的心。这个，所以这个不贪着，这身体的因缘。那么不贪着的心理的作用，它的作用有哪几个方面？它的作用就是有，第一可以对治贪，不贪着就是对治贪的作用。第二就是可以产生善法，因为它是善根啊，善法的根本，所以它能产生善法。三呢就是可以对治不善法。第四呢是可以使我们的心啊清净啊。一个人有贪，你的心就不会清净哦，每天就会在不断打妄想。可是你要不贪的话，你的心就清净了，心就很容易清净了。那么我们前面了解到这个贪的这个不贪无贪身体的因缘和作用之后，那么我们就要不断的去修习，去修无贪。那么这个无贪的修习呢，也还是要我们要这个不断的观修啊，无贪的功德和贪的过患。无贪有能给我们的生命的提升升华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反过来说，贪
会给我们的生命啊带来什么样的祸患？我们要做这样的观修，每天要做这样的观修。无贪，比如你这个人你的贪心特别重，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修。如果你的贪心特别重，你就观这个贪心的过患，然后观无贪的功德，然后观想了之后呢，然后接着就正式修。这个修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就是通过这个观察这个三界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啊，通过这个修，修了之后呢，升起这种无贪的心，然后让自己的心啊能够长时间的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没有贪着的状态里边。如果一旦贪心升起了，你马上再开始修，再开始观修，哎，这就是道次第的什么什么什么修啊啊，观察修、安住修。你看到这个人这里的人有没有上班？接下来就是讲称，无称。言无称者，以苦苦计，无慧为尽，对治嗔恚着障为业。无嗔就是没有嗔恨心啊，就是无嗔，就是没有嗔恨哦，没有嗔恨也就是没有愤怒啊。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这个无嗔这种心理啊，它产生的前提就是苦和苦集，能够给我们制造痛苦和痛苦的因缘，能够给我们制造痛苦和痛苦的因缘呢、啊？那么这种环境呢，多半指的就是一些逆境啊。我们对这个逆境啊还能够升起，比如说这个怨恨啊、愤怒啊，然后接着就想要损害对方的心理。我们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会升起一种愤怒，然后进一步想损害对方的这样一种心理，那就是嗔。反过来说，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会升起愤怒，也没有想着要害别人，那就是无嗔，那就是无嗔。所以无嗔这种心到底是什么为体呢？就是有的说他就是无嗔，就是以无嗔为体，就是没有嗔恨心，他就是这种心的特征。那也有的说无嗔其实是以慈心，是以慈心为体啊，因为无嗔就是因为有慈心，所以你就不会有嗔恨心，所以嗔恨心跟慈悲心啊，它是相反的。你要有慈悲心可以对治嗔恨心，你要有强烈的嗔恨心，你就不会有慈悲心。那就是无嗔的心理。这个无嗔的心理它的产生啊，我们也要通过一些观修，因为人贪嗔痴是人的三毒啊，它是一种很本能性的，也就是它是一种很本能性的一种心所，甚至我们很多人的习惯，除非这个人修养比较高，否则凡夫啊多少都会有嗔恨心。只不过有的人嗔恨心大一点，有的人嗔恨心小一点，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对治了这个嗔恨心之后啊，
才能产生无嗔。所以这个你要具备无嗔的这样一种修养啊，那么你必须要对治嗔恨，必须要对治嗔恨。所以关于这个无嗔的修行啊，它是建立在对治嗔恨心、对治嗔恨心的基础上。怎么对治嗔恨心呢？比如观无我啊，这个无我还是要观。任何一种烦恼的修行啊，都离不开无我。如果一个人真正无我了，那么贪嗔痴啊，自然也就没有依托的基础。你嗔什么呢？如果没有我和我所啊，你嗔什么？你嗔什么？你不会很在乎自己，当人家对你的伤害啊，你自然也就不会在乎了。那么，所以第一个要观无我，第二呢，就是要了解到，能够从因缘啊来看这个世间每一个有情啊，其实都是无我所的，也就是每一个这个每一个伤害我们的人，他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者。他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者，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伤害我们，他对我们发火，他伤害我们，其实他也是不能自主的。他并不是他喜欢这样做，他是被这种嗔恨心的这种魔鬼啊给控制了，他自己不能主宰。所以当他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有同情心，因为他这个时候是进入一种精神病的状态，他不正常的状态，它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对一个精神病，我们就不会对他恼火；如果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正常人，我们就很容易生气。所以我们要想着他是一个，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人，不是非正常人。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当我们做这样的观想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照的时候啊，我们自然就会去原谅他。就会升起悲悯的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了知这个嗔恨的过患，嗔恨的过患。我们学过道次第，讲到这个嗔恨的过患了。千劫，你用一千劫啊所做的修行的功德啊，一嗔皆能毁呀，火烧功德林啊。你做再大的善行，一念的嗔恨心就可以把它破坏掉了。就像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世界这个人类的文明啊，人类的文明还是文明啊，啊，人类的五千年无名啊，这个啊。人类的五千年无名，一念嗔恨心就可以把它搞定了，可以不可以啊？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只要听说现在的这个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消毁上好几十次啊！所以这个嗔恨心的破坏性有多大？既然对外界的破坏有这么大，同样对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功德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情的基础上。当这一念嗔恨心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啊，它同样的也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功德给毁掉，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所有的功德都不外，所有的功德它都没有离开我们当前的一念，所以我们这个当前的一念啊，一念巨大的嗔恨心，它的爆破力啊，爆炸力啊，毁灭性啊，它是非常非常大。这个道理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嗔恨心的过患，深刻的意识到嗔恨心的过患，那么自然啊，也就觉得我们要修习无嗔啊，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第三，第四点就是要修慈悲心，我们要修慈悲心，修慈悲心啊，可以对治嗔恨心。所以这个嗔恨心啊，这个无嗔啊，我们就要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观修，通过这个四个方面的观修。同时呢，还要不断的这个意念，就是无嗔的功德和嗔恨的过患。我们经常要做这样的思考：无嗔有哪一些利益，嗔恨有哪一些过患？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思考，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够这个增长无嗔，断除嗔恨心。那么这个嗔恨心在这个作用上来说，它是能够对治嗔恨，嗔恚多障为业啊，它能够这个。它是善行产生的基础，所以无嗔是三种善根之一啊，究竟无嗔能够增长善心。那么接下来讲无痴，没有痴，无痴一诸治理明解为性，对治于痴作善为业，无痴。什么叫无痴呢？痴，无痴就是愚痴咯。那么愚痴相对的就是智慧。那无痴，那就是没有愚痴，没有愚痴，那就是有具备智慧，具备这个如实的智慧，如实的智慧啊。言不痴者，一诸事理明解为性，对治于痴作善为业。无痴就能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事和理呀、事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事项，比如说色身会触法。这些事项，理就是这个事的背后隐含的真理规律，真理啊，或者实相，或者规律，都是属于理的范畴。对一切的事和理呀、能够产生明解为性，明解就是明白。明白清楚，正确了解，这是无知的，这是无痴的特征，无痴的特征。所以无痴呢，事实上也就是对一些法产生一种如实了知。的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它产生的因缘呢？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众生每一个人啊，虽然我们具备就是如实认识事物真相的这样的一种潜在的能力，但是因为我们被无明所蔽呀、所蒙蔽呀。因为无明所能蔽，所以我们所出现的这种知是一种不正知，是一种邪知，是一种妄知。如何我们如何才能突破这个妄知、邪知、不正知，然后活得像一种正知呢？这个是要通过修行，是要通过这个。要有正确的知识来引导我们，那就是说我们就要通过亲近善知识，闻思经教，要通过闻思修啊，要通过四法行啊，四法行也就是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足以作义，法行法行。那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
好，